want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that I've been so excited about for a really long time, have been planning for ages, and I finally get to tell you, I'm going back on tour. The tour is called the Eras Tour, and it's a journey through all of my musical eras of my career. 没错，泰勒斯暌违了五年，终于重启巡回演唱会了。所以这支影片就用我的个人视角来稍微整理一下这次的时代巡回吧。第一幕 Lover 唱了六首，第二幕 Fearless 唱了三首，第三幕 Evermore 唱了五首，第四幕 Reputation 唱了四首，第五幕 Speak Now 只唱了一首 Enchanted， 第六幕 Red 唱了四首。第七幕 Folklore 唱了七首，有趣的是，第一首原本是 Invisible String， 后来被换成了 The One。第八幕1989唱了五首，第九幕唱了两首惊喜歌曲，最后一幕 Midnight 唱了七首。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没错，虽然巡演海报上有放上出道的同名专辑，但歌曲并没有被放进固定歌单内。不过这次的歌单已经高达44首歌，每场演出至少3小时起跳。以往 Taylor 的巡演最多也才唱20首歌，我个人是已经心满意足了啦。现在就让我按照歌单的顺序来说说我在这次的时代巡回中特别喜欢的部分吧。演唱会的开场随着超大型芭蕉扇慢慢地走向中央舞台， Taylor 有如花朵盛开般地从舞台中央出现。虽然美国小姐和心碎王子成为了历年巡演最短的开场曲，只唱了一段副歌就结束，但编曲被改编得很有气势，完全镇得住了全场。而且开场第一句就是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完完全全切合五年之久没开演唱会的心境。紧接着第二首 Cruel Summer 直接让全场陷入高潮，尤其是大家一起唱 Bridge 的部分，根本是历年巡演之最。身为 Swiftie 的我们应该都会忍不住在荧幕前跟着大喊吧。在第一幕用 The Archer 结束后，大荧幕便落下了火花，带出了 Fearless 的黄色主视觉。弹着吉他唱 Fearless 的 Taylor 还做了13年前 Fearless Tour 很经典的转圈甩法以及比爱心的动作，连那把亮晶晶的钻石吉他都跟着复刻了，甚至连舞台地板都是那把钻石吉他，也太用心。而且我真的很想说，现在看着 Taylor 和四位合音以及乐团成员这些至少10年的熟面孔一起在舞台上表演成名曲 You Belong With Me 以及 Love Story 的模样，只要是老粉应该都会非常非常的感动。我真的很谢谢他们一直在舞台上带给我们力量和勇气，也想感谢自己有好好的成长到现在，才能见证这一切他的丰功伟业。在 Evermore 这一幕，舞台场景营造出了一整片森林的氛围， Taylor 甚至和舞者们披上了女巫斗篷，重现了 Willow MV 里的画面。现场 Swiftie 也会自发性地在唱到 Marjorie 时开启手机的灯，点亮整个体育场，画面真的好美。不过我个人最爱的还是 Taylor 弹着 Cardigan MV 里就有出现的苔藓钢琴，并唱着 Champagne Problem 的部分。如果说 Cruel Summer 的 Bridge 是整场演唱会之最，Champagne Problem 的 Bridge 大概就是整场演唱会的第二名，甚至 Taylor 都期待着大家一起合唱。We have a bridge coming up. Are you ready for it?唱完 Champagne Problem 后，还有一段长达3分钟的粉丝欢呼时间，让 Taylor 享受疫情后久违的欢呼。虽然说这段时间本来就是预留给工作人员把下一首 Tolerate 的道具搬上台的时间啦，但 Swiftie 为 Taylor 欢呼的毅力显然是不容小觑，道具都就位了，粉丝依然在欢呼。
第一首就带来了舞蹈被重新改编的 Ready for It。有趣的是，现在连 Delicate 的应援，连舞者都会示意全场一起大喊了。1, 2, 3, 1, go, 而且这次在 Don't Blame Me 的灯光是几十道光束直挺挺的射向天空，实在是超震撼。在佛罗里达，甚至还被民众通报成 UFO 目击事件。殊不知，其实是泰勒斯正在开启通往天堂的大门。唱完 Don't Blame Me 后，歌词直接接到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的部分，也是整个完美。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的部分延续了 MV 许的 Old Taylor 的概念。其实八位 Old Taylor 在大荧幕上一字排开，甚至连舞群都各自换上了不同时期 Taylor 穿过的服装，被关在玻璃箱内和 Taylor 一起劲歌热舞。同一首歌的表演，我个人是觉得完胜了 Reputation Stadium Tour。Speak Now 这一幕只唱了一首删减版本的 Enchanted。Enchanted 即使当年没有拍 MV， 也没有派台打单，但这首歌在 Swiftie 心中仍然是神歌般的存在。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才决定选择这首来演唱吧。而且这画面实在是仙气飘逸，一袭亮片刺绣礼服，不免让人联想起他12年前在 Speak Now Tour， 以及8年前在 1989 World Tour 演唱同一首歌的模样。而且这身礼服可是出自台湾的精品婚纱品牌设计的哦。最后离开的那个回眸，天哪，我都觉得我有恋爱了。进入 Red 这一幕的转场，舞者推着红色音乐盒上场，并且示意大家一起合唱。由于这一段合唱我太喜欢了，决定直接放上完整版。唱 22 的时候， Taylor 重现了 MV 的造型，并且也重现了10年前在 Red Tour 送帽子给粉丝的桥段。到第二首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的口白时，还把最后两个字留给舞者说。发疯，这完全是我们自己在家唱这首歌的模样对吧？怎么可以这么真实？最后 Taylor 也很有诚意地带来 O2 Will 10分钟的完整版，虽然没有重现经典的疯狂甩头发，但可以在现场一起大合唱，还是好羡慕啊。Taylor 在2021年格莱美奖表演的小木屋在这一幕又出现了，小木屋甚至还会冒烟，他就坐在屋顶上的草皮唱着 The One， 仿佛一位森林公主带领着我们从 Red 的激昂归于平静。接着他便和乐团们一起表演了 Betty， 整个画面仿佛回到了12年前 Speak Now Tour 表演 Our Song 和 Mean 那种全场大合唱的欢乐模样。连下一首的 Last Great American Dynasty 各种穿着蓬蓬裙和西装的舞者在台上共舞的画面，也都好似 Fearless Tour 唱 Love Story 的画面，回到乡村时期的各种美丽错觉一直若隐若现。最后就是 Illicit Affair 的重新编曲也太好听了，虽然只唱了副歌，但整个情绪都被调动得慷慨激昂，一副老娘就是要在体育馆大哭给你们看的模样。
这一幕的闪亮亮露肚装重现了8年前 1989 World Tour 唱 Shake It Off 的服装，唱 Blank Space 时还拿出了高尔夫球杆和舞者们，重现了 MV 砸坏跑车的画面。最后在 Bad Blood 时甚至还有壮观的喷火效果，超有气势的啊。资深 Swiftie 肯定知道惊喜歌曲这一幕是历年演唱会的传统，但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原来这一幕的连身裙是直接套在前一幕露肚装的外面的，所以1989那一幕穿了什么颜色的露肚装，就代表着惊喜歌的这一部分会穿上什么颜色的连身裙。而且历年巡演的惊喜歌曲都只有使用吉他伴奏，这一次的巡演还多了一台钢琴可以弹奏，哎，有很多没听过钢琴版本的歌都可以在这次的巡演中听到的，真的是大饱耳福。唱完惊喜歌曲后，就是这次话题性最高的跳水转场到 Midnight 的时间了。这个转场堪称历年之最，超级有创意。这里直接送上完整版的转场给大家欣赏。随着 Lavender Haze 的前奏响起， Taylor 走向中央舞台，并且被 MV 中出现过的云朵包围着唱歌。 Vigilante Shed 还跳了性感妩媚的椅子舞，这大概也是 Taylor 第一次挑战性感舞蹈的创举了吧。我直接鼻血大流，谁来救救我。 Bejewel 的舞蹈甚至使用了粉丝方面的舞蹈，编出舞蹈的粉丝也太幸运了吧。整场演唱会就在 Karma 的欢乐氛围下谢幕了。整个看下来，必须赞叹这次时代巡回的舞台设计和视觉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画面中可以看到，这次的舞台还蛮长的，有主舞台之外，还有菱形的中央舞台，以及最末端的长方形舞台。不过这次倒是和 1989 World Tour 一样是没有 B stage 的，所以 Taylor 这次也没有走下台握手互动的桥段。舞台和5年前的 Reputation Stadium Tour 一样，都铺设了数位萤幕在舞台的地板。但比5年前更进步的是，这次的萤幕地板是有结合表演互动的。例如在唱 Willow 的时候，舞者踏过的地方都会有闪烁飘逸的橘光足迹出现。唱 Delicate 的时候，随着 Taylor 用力一蹬，整片伸展台地板就会出现碎裂的画面。还有 Blank Space 的时候，舞者骑脚踏车经过的地方也都会出现荧光蓝的轨迹。还有最经典的跳水转场，让整片伸展台化身为一片汪洋，呈现出 Taylor 游泳的意象。如果说 Reputation Stadium Tour 的荧幕地板是单纯的视觉性装饰的话，那本次时代巡回的荧幕地板已经是活灵活现，并且能够建立场景空间的另类表演道具了。另一项值得一提的机关是中央舞台正中间的升降台。一开始的开场，我确实小看了这个升降台，想说这算是演唱会非常常见的机关。殊不知到后面才发现，升降台总共有12块，而且可以随着不同的歌、不同的需求一直变换形状。想要变成一座山、一座阶梯，分成好几块独立升降，或是当乐团的板凳都可以做到。而且升降台侧面也有荧幕呈现每一首歌的视觉效果，整个加分。
我还无聊的算了一下，整场演唱会有用到升降台的歌竟然高达15首，真的是好用的机关直接用好用满欸。再来就是 Evermore 和 Folklore 这两幕民谣专辑的视觉呈现和桥段安排根本近乎完美。我必须先说，民谣专辑其实不是我的菜，我听的次数少之又少。时代巡回开始前，我甚至害怕这两张专辑的歌会不会唱到大家都睡着。没想到光是 Evermore 的树直接从主舞台的地板直挺挺的长出来，就先吓到我。Willow 的编曲做了一些改编，甚至加入了巫师围在一起做法的舞蹈。Champagne Problem 和 Swifty 的互动，以及造型特殊的苔藓钢琴。Tolerate 也如同舞台剧的演出。Folklore 的小木屋 ，August 在舞台上奔跑的飘逸模样。Illicit Affair 的重新编曲，都让民谣的每一首歌被赋予了新生命，整个活灵活现。搭配上大荧幕的各种视觉场景，都让每一首歌的情境视觉化地呈现在眼前，我们自然的能够比单纯听专辑更有代入感。感谢时代巡回，让我因此体会到民谣姐妹的奥妙与美丽，我有重新爱上 Folklore 和 Evermore 了。话说之前流传着 Lover MV 中的 Lover House 其实就是代表着 Taylor 每一张专辑的推论，而这推论似乎也在这次的时代巡回中被证实了。在开场时，大荧幕就出现了一间一间的 Lover House 房间，似乎在暗示巡演主题会贯穿这些专辑。 You Need to Countdown 的时候， Lover House 就被完整的组合起来了。唱到 Lover 时， Lover House 还慢慢地拉近代表着 Lover 这张专辑的粉色房间。在进入 Fearless 的转场，整间 Lover House 被燃烧后，代表 Fearless 这张专辑的黄色房间便慢慢地浮现到正中间， Taylor 就从黄色的房间里出现，开始演唱 Fearless。 最后在 Bubbler 时，被烧过的 Lover House 再度出现，里头披着披风的 Taylor 便走到了对应1989的房间里，拿起了火柴再次烧毁了 Lover House 直到倒塌，似乎在暗示唱完 Bubbler 就代表已经带着大家回顾完 Lover House 中对应的每一张专辑了。的确，后面的歌单也只剩下惊喜歌曲以及最新的专辑 Midnight 了。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唱 Cruel Summer 和 Lavender Hay 时，背后大荧幕的视觉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场景吗？只是前者是呼应 Lover 的粉色系，后者是呼应 Midnight 午夜里的紫色系。这是不是也能算是 Lover 和 Midnight 是姐妹专辑的其中一条线索呢？其实我本来还想整理一些 Taylor 在这次演唱会发生的各种趣事，不过碍于影片篇幅，这次就只能先省略了。谢谢大家的收看，欢迎在影片留言区一起分享你们对这次时代巡回的想法哦。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